上一个月的时候有粉丝叫我吃一下螺蛳粉，然后呢时隔一个月我终于把这个螺蛳粉买回来了。锅上有些加工的粗点，等大了不放，少点儿。米粉，是不是？全部是米粉。哎，粗米粉。红烧粉呀，调粉。这个从米粉吃的，它这个应该就是米粉，什么米粉的嘛，干苞米也是米粉，那米粉不是白变成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现在开始来煮这个螺蛳粉。然后呢，这个是买的加辣加臭，买了三袋，400克一袋。然后来看一下使用方法：将干米粉与沸水煮10分钟，将米粉捞出，另取500毫升水烧开，加入煮好的米粉和汤料包，煮2分钟，依个人口味加入剩下料包。木耳、黄花菜包、辣椒油、腐竹、花生、酸豆角、萝卜干。这一包是加量的竹笋包，加量腐竹包，酸醋。好了，所有的料包都放完了。这个东西就是螺丝针，螺丝。哪儿来？我来锅锅上有个盘还。他哪里去的？水管是出来的。我来南瓜时候，那边给你塞了，搁里头尿尿尿。一晚早一晚上都没找到。我第二早上过去看，老板嘛这呸就拍了个盘在这儿。以为赚钱。你去他跑了，给掐掐的叫，跑锅锅的叫，找不到。葡萄可以吃，我估计现在这个味道一定很酸。还行，还不算太酸，还可以吃。今天这个螺蛳粉吃的比上一次的要好吃一些，味道比较浓，那个香臭味要更浓一些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拜拜。